掌声啊，很高兴再一次站在相声有新人的舞台上。今天我们这个搭档有点意思，环节叫捧逗互换。什么意思呢？逗哏的必须捧哏，捧哏的必须逗哏。您就拿我来说吧，原来就是逗哏演员，今天为什么还站在逗哏演的位置呢？因为你不要脸。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个环节你应该站在哪儿，你不知道吗？不是，今儿您头一回逗哏，我上台，我跟大伙儿帮你交代交代。我用你啊，我用你啊，进来。今天我逗哏，逗，真逗，就是。啊，逗哏这边的空气真新鲜呐。事业也好。不是，您打这儿出去，您就多露出来两条腿，这碍事业什么事儿啊？这了，闭嘴！今天你的话太多了。刚才国立老师说了，我们俩搭档了10年，朋友们，是我在桌子里站了10年呢。你们知道这10年我经历了什么？好多朋友看我相声，都没看过我大腿。不是，我逗哏的时候没像你这样，咱不至的，知道吗？你别跟我提你逗哏啊！怎么了？咱远了不说吧，啊，就说上一期节目，他在台上怎么说我，知道吗？我说你什么来着？他说我也就算了，啊，他说我媳妇儿，他说我媳妇儿是馊的，是臭的，是长毛的，是过期的。哥，那不是我说的，我过去，站在捧哏的位置上，行，往远点儿。越远越好。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逗哏，稍微有一些小暴躁，我呢这个有点小激动，平复一下心情。你上那儿干嘛去了？你不说让我离你远点吗？越远越好，到头了再远，桌子下去了再远，这个距离满意。你让大伙看看你这个姿势，你上那边逗哏去了你啊啊！不是怎么了？你不远点？桌子给我拉，把我的桌子还给我，拿回来。你逗回哏怎么那么麻烦的？还你，站好了，就完了呗。哎，我跟你说这相声啊，这怎么意思？不是把你的桌子还给你，这不是？你让我在这边给你捧哏吗？啊？到底要怎样？要怎样？拽回去，给我拽回去。事儿真多呀，逗回哏呐！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逗哏，你别给我搅和。等，听见没有？听见了。站好了，俩手站好了，规规矩矩的。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抬爪，秀，追，上，好嘞，上，看看嫌疑人在哪儿。我刀放哪儿了？我先生，我干什么？你拿我当捧哏的还是拿我当警犬了你？你过分了吧你？你以前你就这么对我，知道吗？今天让你享受享受，让我享受。哎，咱俩把话给说头了，今天你就逗这一回，后半辈子可都是我逗哏。管不了了，这回爽了再说呀。管不了了，罢了。逗哏，我逗哏今天算犯规啊！好好逗，我踏踏实给您捧。哎，逗之前我得给您交代交代。怎么着？在这个舞台上逗得说点新的内容。当然得说新内容了。有新的吗？最近研究了。研究什么呢？最新最潮的什么呀？说唱啊！咱研究这个。年轻人都喜欢说唱。对了，你研究这个。对了，今天你要能把这说唱唱好了，你的逗哏我服你哥哥。我还告诉你，今儿我一来，全场观众都听疯了。你一来这说唱，现场观众听疯了。对了，你要能达到这项，我这一辈子我给你捧哏。你这，这是你说的。我说的。我先来一段怎么样，朋友们？哎，这叫什么？现场叫 freestyle。对了，即兴演唱。上台了。鞠躬了，您该响起掌声了，我在这给您问好了。
你那个掌声太少了，掌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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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的全都发财了，幸福好运全来了。哎，怎么样，这说唱都没听过这个，真不要脸呐！这是啊，这是、啊、干什么干什么？上台斗回跟要700多回掌声，怎么了？再说你这是说唱吗？这个，这不就是数来宝吗？数来宝怎么了？啊！告诉你，他们那说唱都是打我们这儿来的。你拉倒吧！啊，两回事儿。人家说唱歌手搞节目开演唱会，全是说唱歌手。再有点明星大腕，什么潘玮柏呀、吴亦凡，你穿着这个，拿着这个。到后台去找吴亦凡，是吧？找召唤师，哟，吴亦凡老师在哪屋？哟，凡哥在这屋呢。我引来一个飞飞飞飞飞上台了，激动了，应该响起掌声了。我给凡哥问好了，哎，你这个掌声太早了，掌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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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好运全来了。站住！今儿你给我捧哏，你要疯啊你啊！什么叫我要疯啊？您这压根儿就是不是说唱，你还甭说别人，我唱了就比你强，比你像说唱里边谁？我呀！你会说唱？当然了，你来我听听，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叫真正的 freestyle， 知道吗？这边来。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行走在北京的街，到佛叫快不了 rap， 现在让你接招，不管是快不还是嘻哈，对我都没有难度，不管是相声还是其他，都有灵活不能顽固，要这就是现场麦克风 check one two， 这就是 freestyle， 现场给我一点欢呼，哇，现在我就差一个黑眼线，你知道吗？有点意思吧？好不好？好不好我倒不知道。位置站错了吧？啊，你挺自然的就溜达出去了啊，好像很自然的就过来。我告诉你，今儿太过分了啊。怎么意思？你让大伙听听唱那是什么，嘴里边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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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清楚。那也比你这强，比你的洋气、啊、得了吧，没有基本功。我跟你说，我这内容啊唱的比你丰富，我们这说唱跟你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知道吗？不一样啊，我告诉你，打根上都一样。根上哪一样啊？这两门艺术都没离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汉字。对呀、啊、没有汉字文化，没有13道大辙，哪来的辙板辙韵啊？哪有这说唱艺术？那人家的艺术比咱这火，你知道吗？火呀，那也是国潮来袭，万象归春。好、啊，你这道理说得明白，但是有一节您得承认，我唱的这个节奏你来不了，说唱您来不了。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来不了，我敢站在逗哏这位置上吗？什么意思？我来不了啊！今天我就让你看看相声演员能不能玩说唱。那咱们哥俩合作给大伙唱一个怎么样啊？音乐起。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提笔在纸页探测，落笔是三折绘出山河，日落的坎坷，夕阳还剩半个，太阳东升西落的路会不会也有坎坷？身上流着龙的血，不怕地下火的烫，想让各位龙的传人听一下我说唱，用黑怕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宣扬，贯穿全场，给你中国风的悬赏。传承的精神多了，永远活着，不是说骑着扫把就能变成哈利波特，不必崇洋媚外，有能力何必照搬，哪怕像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真面目的山是哪座呢？一步都不回去，规矩是可以打破的，但不能没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传承好了再创新，月落在窗前，夜晚一样有光明，相声相貌之相偶像，声声音之声偶像，争我传统文化水准早已回温，万象归春。相声演员金飞，逗哏演员陈曦下台鞠躬。我看刚才你们在唱的时候啊，国立老师脸上已经露出了必胜的笑容，好像。郭德纲老师完全是尴尬的 笑。合作十几年了，十年整整十年，为什么没有拆伙呢？没拆伙是因为
我们哥俩感情比较深了，真是，我们这感情确实非常好，是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哎，合作了十年，认识了十五年左右了，啊，认识十五年，对对，我觉得最后伙伴的关系有点像家庭的关系，哎，特像了，这个我们互相见证了长这么大以来人生所有的大事，无论是娶妻生子，无论是有什么坎坷，有时候工作一直在一起，我哥陪我干过所有我年轻时候干过所有的冲动事儿，就拿上海来说吧，我曾经追我爱人的时候啊，他在上海出差，我说你想我吗？他说想我，然后我想偷偷订机票啊，订高铁来，但第二天是中秋节，机票高铁都没有了啊。我哥其实那作为长辈来说比我大，他应该拦着我点，咱别那么冲动，后边还演出。我哥什么都没说，来来去2700多公里吧，来基本上开了将近30个小时的车，我哥开车送我来。说实话，今天我不知道国立老师满意不满意，因为这个节目我俩有过一个非常激烈的争吵，因为捧逗互换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团队说这个一直认为我俩捧逗互换比较合适，因为配合比较默契嘛，但是真正回去一排练的时候问题真就来了，特别大，别看这个两个位置连两步都没有，整个调过来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张不开嘴，郭老师应该明白，根本郭老师肯定知道，就是非常要命，我俩就排练的争吵到什么地步，最有一次就是排练进行不下去了，就谁也看谁都不顺眼，这么多年我怎么认识你了，就这种状态了。说实话，我们哥俩认识十几年，小20年了，没有红过脸，这是实话，从来没有红过脸。那天，哎呀，我是我跟我兄弟说，我说这事赖我，我说多少年不逗哏了，我实在是张不开嘴，我真的是太压抑了，其实那天吵的时候，说实话我跟我哥说的话也比较重，我说你什么事都不操心，我说你这个事你逗哏我帮不上忙了，我说你得操的心可能说话有点重，然后其实我跟我哥说了对不起，没有没有没有，我哎呀，我没想到录一个节目能，就是有这种一种比赛，让我们哥俩有这种隔阂。不管好与不好吧，我们哥俩支持诚诚在台上演下来了，希望大伙儿鼓励我们俩，支持我们俩，谢谢。其实我特别理解哈，他们现在的心情就是紧张，当然你们两个已经晋级了，我觉得没问题了。这个每一个在台上能够哭出来的演员都是因为舍不得这个舞台，走之前吧，这个要表示不舍啊。刚才那句话我挺感动，就是俩人知道紧张了，说相声要知道紧张就是长了，所以今天这个节目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知道吗？很新，有了传统的技巧之后，理念要新，心态要新，才能把相声永远说下去。所以说新相声，尤其像你们这个状态，我接受并且很欣赏。谢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谢谢。现在位置互换，有请郭德纲战队的周培炎、王善勇登台。从这个默契度上来讲啊，人家俩人是搭档10多年，我们是搭档不到一礼拜。可能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会输，但是哪怕有1%的希望，我们也想成为黑马，杀出来，加油。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您。相声有新人十强赛又开始了，两位导师，两个战队，对，可以说是赤膊上阵。怎么都光着膀子呢？我多难说光膀子了，不是，人那叫激烈竞争，说错了，激烈竞争。但是有一点我纳闷了，什么呀？你说，国立老师，不是说相声的啊，怎么这么多人都选他呢？跟人学表演呀，表演还用学吗？
那当然谁都能来，你就行。我没学过，我教你。不是你干嘛的呀，你教我呀，你就教我这个呀。干嘛这么大劲？不认识我吧？不认识。好，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嗯，我这些年得了这么多金烧鸡奖，走南闯北，拍了不少的大片。你再重复一遍。得了不少金烧鸡奖。金烧鸡奖？人别人都金鸡奖，您那得金烧鸡奖。我比他们成熟。您这奖也小点儿啊。你管个儿干嘛呀？你这是自个儿跟家拿公式算出来的吗？你要这么说话，我先送你三本书，你先学学。我一本我也不学，我要学呀，我就学学表演。这说着呢，我教你表演啊！今儿完，咱说完这场相声，明天我带你进剧组。不是，那您看我适合演什么角色？你呀、啊，你这适合演的太多了。什么呀？比方说那个车祸，坠梯、跳楼、楼房塌了砸底下那个，我再给你找一护工。不是，咱得来对手戏呀、啊！对手戏，那咱这样吧，咱找一个经典的影视剧的桥段，咱演一演，大伙一块看看够不够材料，就考验我一下。咱试试这个。那这样啊，好吧，我打小啊，我喜欢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里边有这么一个章节叫断桥相会，咱就来这个怎么样？来这个了？来呀！演哪出？演这断桥相会啊。断桥相会，又叫游湖借伞。对呀、啊，这里需要道具了啊。我下去呢，化化妆，区分一下人物，成？可以吧？您化您的，稍安勿躁啊。哎，您看了吗，各位？早我就想学表演，进剧组。这样啊，各位。我呀下边找把雨伞去，一会儿呢我拿着这雨伞再一上来，我可就不是周培岩了，我就是许仙了。今日闲暇无事，独自游览西湖，突然乌云密布，说着说着这雨可就下起来了。我天哪，前方有一凉亭，带我前去避雨。这人戏过了，我这白娘子还没喝这雄黄酒了，哎，许仙躺下了，起来吧，起不起来？他不起来，我给他人工呼吸了啊！哎，别，不用，这定着闹钟。怎么意思你啊？什么我怎么意思呀？你自个儿什么模样啊？我一看见你，我一点儿不想演许仙。演谁呀？法海。你自个儿看看你这什么造型啊？我，白蛇呀。甭弄这个行不行啊？你演的是蛇仙，知道吗？蛇仙，你得幻化人形。照您这样，1000多年白练了。那您受累、您再来一回啊！我再来一回。前方有一凉亭，带我前去避雨。妹妹。姐姐，你看那个人是许仙吗？哦，带我看来。正是，哎呀，我有千言万语想对他讲，可是我见了他，不好意思了。姐姐，你得鼓起勇气呀。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才有病呢！你这旁边站一大活人，你不理，你跟一手聊天，不是什么手？小青、青蛇呀，不用他啊，俩人的戏。剧情里是三个人物啊，咱这对手戏不要小青，不要小青啊。稍等，青儿在，退下是。
你自个儿玩的挺嗨呀，你呀、啊。官人好啊，哦哦，那小姐好。如此大雨，我也没有带伞，这便如何是好啊？我这儿倒有雨伞一把，小姐拿去便是。哦，万万使不得。嗯，如此大雨，官人会被淋湿的。去去小雨，淋淋何妨啊？那就谢过官人了。小姐，见你如此貌美，我定要娶你为妻。哦，你待怎讲？娶你为妻？妻我是当不了啊。那你？我给你当护工吧，我。我不演了。胖也来了，我收了你们。刚才他们俩这段相声，我觉得两个人完成度都没有问题，节奏上，因为你一个人说单口相声的时候，我觉得节奏是你自己控制的，但是你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说的时候，刚才有好几个小的小细腻的小包袱在节奏上出了点小问题。谢谢各位老师。第一轮对战结果即将揭晓，让我们掌声有请刚才首先出场表演的两位相声新人。支持郭德纲老师战队的王善勇、周培岩，请按一号键；支持张国立老师战队的金飞、陈曦，请按二号键。投票通道开启。赢就绝对赢了。这还真不好说。我觉得晨曦他们应该能赢。差这么多，才100票呢。金飞晨曦158票，王善勇、周培岩56票。感谢台上的每一位相声新人带给我们的表演。这个担子他终于卸了下去，真的没对不起我们这团队，没给国立老师丢脸。你就如释重负，就好像真的是特别踏实了。陈曦，你就是我大哥。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第二轮单口相声的比拼，有请孟鹤堂、陈应泉登场。金飞晨曦的节目非常棒，已经拉分拉得很高了，一下轻松了。100多分，我的妈呀，这是个麻烦事儿。郭老师，为什么让陈应泉单口相声重要环节让他来顶住这个压力？从专业上来说，你陈应泉的节目之前你们都看过，他的模仿方方面面很擅长，所以这套东西呢，搁在单口相声上，它不至于太吃亏。国立老师，因为这个桥段里头要求有3个以上人物，所以我觉得小孟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出场顺序依然要拜托两位老师剪刀石头布来决出。我跟你这么说，你出去问问去，就因为剪刀石子布，我们两个人已经是赌神和赌圣了。现在，3、2、1，郭老师，您的决定是？这个俩人站在一块儿，我这10个指头伸出来，咬哪个不疼啊？这样吧，我把这权力交给你们俩人，好不好？这个郭老师把这权力我先来，大家说呢？好，好吗？请开始你的表演。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这个单口相声啊，确实不好说。在我的理解当中啊，这单口相声呢分2种：传统单口相声和新单口相声。我呢穿西服，所以我今天呢说个新单口相声。这新单口相声嘛，活在当下，一说到当下，我跟大家交流交流啊，咱们就是聊天。《延禧攻略》都看吗？现在不同的国家它翻译不同的版本，像这个英文版的、法文版的，还有这个泰文版的。说说这泰文版的呢，比咱们这中文版的呢提前更新一集，所以好多朋友上泰国这网站看泰国的《延禧攻略》。你就想吧，咱中国的皇上妃子要用这泰文
说宫里这点事儿，他有意思呀。几个人一上来，北影路，跑啥我拍，来弄个保暖把家拆的来。皇上，兵在，通判员皇太太，你弄把来快快。这尔晴过来了，哎，把那个拿呀，放龙广快，一看张长牌，看见王魏璎珞是个大坏蛋，光长牌。我听到了，哈的大坏蛋，没法瞧了。当然了，最好看的是这《延禧攻略》里头啊，他有这个心思，谁算计谁呀、啊？谁搁谁都隔着肚皮，俩人在一块待着他有意思。今儿呢，我给大伙儿啊说一高级版的《延禧攻略》，当然不是宫里的事儿啊。说哪儿的事儿呢？德云社的事儿，行吧？现在这小妹儿呢，参加完呀、啊，这个相声有心人呢，特别的火。哎呀，喜欢她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像你们这年轻的女孩啊，哎呦，迷小妹儿迷不得了。这粉丝分两种，一种就是尖叫咆哮型的，一看这孟鹤堂受不了，孟鹤堂，孟鹤堂。有，还有一种呢，叫爱你在心口难开，就是喜欢他啊，但一见着小梦呢，他心里发慌，一看这孟鹤堂过来，啊，就在心里放着。但一来二去，时间一长，郭老师坐不住了。为什么呀？这小梦打火了之后啊，不研究相声了，你问研究什么呀？公事。天天呀，拿这公式相声在后台那算，那不行啊！我师傅对我不好啊，给我钱给的太少。你看我师哥岳云鹏啊，吃的如何，喝的如何？张云雷唱歌就火，给我太少啊，不平衡了。郭老师一听这话生气了，一生气不要紧呐，高血压犯了，住院了。郭老师在上海气病了，这事儿可传到北京了，这德云社内部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事啊？就想着谁。当郭老师接班人，您想吧，德云社头一个想当接班人的是谁？说的太对，就看小月开会啊，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师父住院呢。带着大伙儿开会，我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啊。师傅住院了，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也不是什么坏消息。很简单，从今天开始，我替师傅接管北京德云社，明天德云社将正式更名为岳云社。话音刚落，听着没有？站起了一位，你问谁呀？小妹儿。对了，行了，像话吗？师傅只是住院，可没说出什么大事儿。就是选出一个师傅的接班人，那也得是我。您问为什么呀？我拿公式算出来了。谢谢。太突然了，什么地呀、啊？这个哪儿的好？这地突然了。前面都挺热闹的，把弄起来了。但是到了最后，你入了正活了以后，这几个人物区别就不大了。岳云鹏除了我的天哪，这其他你和小梦的话和什么话没太大区别了，你完全可以区别开来的。谢谢国瑞老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哎，我模仿一个。给小梦报幕吧。好，好吧，行。郭丽了，我模仿一个这个您主持界的前辈了，行，汪文华老师行不行？行。那曲苑杂谈的主持人。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东方卫视的相声有心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表演一段单口相声。为大家表演单口相声的这位呢，也是来自德云社的，功底深厚、英俊潇洒的相声演员，他的名字叫孟鹤堂。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大家欣赏，瞧。他来了。请开始你的表演。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我叫孟鹤堂。接下来呢，给大伙儿说段单口相声。哎，今天我为什么说单口呢？主要是我那搭档啊，他不是，这前几天呢，他也，你说，他也不跟我说呀。踩刹车去了呢，把我一人扔着，你说我身边又没有他，我这心里头，我这心里头，我怎么就那么开心呢？我可下一个人说了，甭管是单口相声还是对口相声还是群口相声，主要的目的是把您逗乐了，让您哈哈一笑，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您这一笑呢，哎，对身心健康也好。老话说得好，我们笑一笑，十年少。哎，我们希望您啊，永葆青春。什么叫永葆青春呢？永远不老。但话又说回来了，谁能不老啊？您包括我，您看我了吗？小伙子，往这一站，挺年轻的。还挺漂亮，我也有老那天儿啊，真到那天头发也白，牙也掉没了，耳朵也沉了，眼神也不济了，真跟我那老搭档周九良马路边上一见着，肯定那也是这模样呢。老搭档，哎，在这儿呢，哎呀，啊。我呀，谁也不愿意这样，谁不想长生不老啊？您说呢？前段时间我还真听这么一事儿，有这么一地儿叫百岁村，这村里啊，这老人都百岁以上，甚至这村长啊，是个老村长。谁都不知道他多大岁数了。您说这地儿是不是得去看看？得去看看呢，带着我这搭档，我们哥俩就去了。我在头里走，搭档后边跟着我。到这百岁村村口，有一老头那儿躺着呢，岁数可不小了，头发都掉没了，就剩一根头发，还烫一卷儿。这就是最后的倔强，这就是。我过去问问吧，问问人多大岁数啊？我一捅我这搭档，问，啊，我问，老大爷，老爷爷，您高寿了？这老头一抬眼皮，啊，还小呢，120。您听什么了？120了，人说还小呢，那这大的得多大岁数？您那个，您有什么长寿秘诀吗？您那个平时都干什么呀？啊，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烫头，不玩游戏，不吃鸡儿，不交女朋友。我呀，我就这儿晒着，晒着，也没准晒太阳，也没准是人家长寿秘诀呢，对不对？那您饮食都吃什么呀？吃什么？什么都不吃，就这儿晒着。什么都不吃，就这儿晒着。这老头太阳能的吧？那您活这么大岁数，您有什么愿望吗？我呀，我想死，我不想活了，让我死。
死了吧。我说别介呀，您好不容易活到120，您干嘛死去呀？对不对？是啊，你好不容易活120，您干嘛？您干嘛死去？那个殡葬了解一下吗？你给我闭嘴！会说话吗你？什么殡葬了解一下？你说不是那个，您说因为什么呀？你得说出来呀，哪儿不痛快呀？别想着死啊！我呀，不让我吃鸡儿，老管着我，交个女朋友也不让，我死了得了我。不是那谁管着您呢？我爸爸。不是您都120了，您还有爸爸？您爸爸多大呀？160了。好家伙，你爸爸都160了。我们这正说着话呢，从村里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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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一老头来。好家伙，这老头看着比他还老呢啊，头发也没了，就剩两根，烫俩卷儿。跑出来直奔这老头就来了。好小子，好儿子，你让爸爸我好找啊你啊！我说你两句，你还学会离家出走了是不？啊，交女朋友那是我不让你交女朋友吗？那姑娘才多大呀？才80啊！你这不是早恋吗？你这不是，啊？是我不让你吃鸡儿吗？是我不让你吃鸡儿？你看看你那个眼神，你那个眼神给你个八倍镜，你连个人都看不着你。我让你玩啊，我让你玩，我爸爸饶得了我吗？您等会儿吧，不是这是您儿子，啊？您160，您爸爸不得小200了？那不是，那您有长寿秘诀吗？嗨，别听这小子的，什么长寿秘诀啊？记住3点：每天呢，抽烟、喝酒、烫头。这3点做到了，就长寿了。我跟您扫听一人啊，于谦，您认识吗？啊，嘿，那是我重孙子。哎，这小子不学好啊，跟那个一个小黑胖子说相声去了，这不是吗？这不是吗？我爸爸带着我奶奶去找他们听相声去了，他奶奶还活着呢。好，稳稳稳，说声这么稳的不容易，碾压。一律碾压他们。长寿村啊，传统节目没什么新意。刚才这段相声整个都没有问题，是的，唯独一点，今天这个底还是有一点脱了。如果你达不到一个比一个响，那你后边的包袱全是没用的。那接下来再次有请陈映泉上台接受观众的选择。第一轮的结果，郭德纲老师战队暂时落后，现在是非常关键的第二轮对决。投票通道开启。孟哥这个单口还是相对来说稳，不会输给全哥。十成胜算，准赢啊！我们这边。哎呀，这个环节最痛苦，就看这票差多少啊。哇，赢了，我说什么来着啊。恭喜郭德纲战队陈映泉139票胜出，同样也把掌声送给孟鹤堂111票。赢多少票哥？28票。28票。他能赢咱100，咱就能赢他80。稳住了对吧？有一打，绝对有一打。现在
来，绝对有人打，稳住打。他们能超我们一百票，我们也能超他们一百票。72多28票，102减28等于74。咱们多74票。现在多74票。接下来要进行的最后一轮群口相声的对决，请两位老师先决定出场顺序。来吧，3、2、1，您选择的出场顺序是？啊，要这样的话，我们还是第二个出吧，好吧？我们先学习一下张老师战队，好不好？好，郭老师一点风度都没有，还要多有风度啊！我要是你，我就说，哎呦，这回我们先出吧，都是同行，讲什么素质啊？第三轮群口相声对决，首先登场的是国立老师战队。呼呼呼，头一个就出来就赢了，这个太有。那现在就请国立老师战队进行你们最后的对决，掌声送给我们国立老师战队。啊，请开始你们的表演。来吧，看看吧，看看他们到底哪儿不如咱。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你们都看见了，站在台上的是加入了我的战队的人。我今天打算呢，让你们每个人说出自己的一个愿望，我帮你们实现这个愿望。说说，那个我还没想到有什么愿望，你来吧。那我也没什么愿望。嘿，我没有，我没有，我有。行了，没有就算了。哎，先生，我直说我有呢，你有病啊你！我来，有吗？不是，你看看，不是没出息，哎呦，讨厌。先生，哎，我也没有什么大愿望，说说吧。有个小愿望啊，我就是想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你可太突然了！啊，哎呦，谁能把？吓我一跳。旅行啊，哎，行，我今儿正好要带着你们一伙儿啊，嗯，来一次旅行。好啊，免费旅行。好，不花钱。怎么样？挺好挺好。去不去？走吧。好，来，小金啊，哎，来，你安排安排。好嘞，我们到底下准备准备。行，咱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哎，走，您放心。怎么还都走了？还哟啊，哈哈哈哈。师叔，刘老师，我特别我希望看这景。你离我远一点，我颈椎不好。你最好也离我远一点，我主要怕踩死你。我跟你说，哎，今天张国立先生说的要带咱免费旅行，太好了，行不行？嗯，不光让您免费，还能让您挣点钱。哎呦，还有这好事儿呢，行不行？嗯，简单的咱得签个合同，都得有个合同，行不行？嗯，这样咱心里踏实。来，哎，我瞅瞅您的合同，我给您看看。好嘞，您仔细的看看这合同啊。看，你带着我自拍来了？哦，低点儿啊。哦，把你这尺寸给忘了。哎，就是。你仔细的瞧一瞧这个合同啊。看仔细了吧？我看见什么了？我摁手印儿吧。都什么年代了，这儿还摁手印儿呢？您各位听听，来，把手指头给我。开玩笑，给，拿着，摁，呵家伙，哎呀，哎，这我心里就踏实了。你踏实了，我半截手指都没了。刘老师，哎，打现在开始，你可就得听我的了。我凭什么听你的呀？签了合同，要不然有违约金。你爱违，你看人家这个能力大了。不，这违约金赔多少？也不多啊，人民币10万美金。到底人民币还是美金？你说清楚了。不是，你要守约了，奖励你10万人民币。那要违约了呢？罚款10万美金。罚款
嫌少？不是嫌少，您放心，可以改一下啊。让我回来，我都不回来。好好好，咱简单的化化妆，还化化妆？我带您旅行去，漂漂亮亮的，走着，走着，走着。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真的有点长。情人和巴黎。你说这个刘老师啊，走得太慢了。你快着点好不好啊？哎呀，来了来了，快着点，你着什么急？来了来了，你瞧瞧啊！我看他们都冲我乐，我也不知道你给我画的好看不好看。我好看吗？你看看，太好看了啊！我给你拿道具去啊！还有道具？你等一会儿，这出来玩还给道具？嘿，我头回听说，嘿，什么？你看看。不是，这什么？这个你现在是猪八戒，我对对对，猪八戒啊，不是，你问问大伙儿，我像猪八戒吗？像，真是我猪八戒。好，好，像不像？我是猪八戒。哎，你看这马上入戏了，你演一个景区的雕塑，我演一雕塑，我凭什么演一雕塑啊？一会儿旅行团来了，你可不能动了。我就动，我就动，就动，就动。不是你签了合同，你爱合同不合同？摁手印儿，你爱手印不手印？$10万，你爱十万吗？你躲开你！哎，你看别动啊！来人了，这是话剧的这种，对，就小品。天宇，天宇，我给你扇扇风，不要。那我给你开瓶水，不要。那你要什么？我什么都不要，不要。那我也会在你身边，无微不至。戏为儿戏，不像有些人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我还什么都不干呢？你们俩说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哎，你们俩烦死了啦，讨厌，还被人家可爱的，你看看，来来来来，好，天宇来，我给你拍张照啊。不要了你，那你给我拍张照。哎，天爷，天爷，我也要照相，我也照，我也照。那，都坐过来。那你先照，先来一张孙悟空大战猪八戒，这个好。哎，天爷，那么再来一个猪八戒背媳妇，这个更好。我来个张国老倒骑猪。哎呀，张国老骑的是驴。不，那骑猪的呢？那是张国立哦。哎呀，东东，快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哎，张国立倒骑猪。哎呀，好，哇，不容易。来一段小戏频啊！啊，头抬起来啊！你的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你就回来呀！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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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没了，嘟了还是吧？来的，是这个拍照嘛，对不对？不是这玩意儿能起，这是雕塑，你知道吗？雕塑怎么了？我花钱了。哎，不是，你小点声好不好？我有钱。这是公共场合。我花钱了。不许大声喧哗。我就想大声，我花钱，我啥的。再把你嗓子喊哑了。哎哎哎哎哎！怎么跟我女朋友讲话的？是你、哎、怎么跟我女朋友说话的？啊，到底是谁女朋友啊？我的。啊，现在是他的。哎，早晚也是我的。哎哎哎，别玩了，别玩了，差不多了，走了。集合，集合，等等等等，我先留个纪念再走嘛，真是的。啊，纪念。鸡、天、鱼。到此一游。哎，这一句好啊！你给我，我也留一纪念。哎，好，我想想，我这有了。哎，今天是2018年8月21号早上上厕所的时候，我没有洗手。哎呦，你行了，兄弟，干嘛呢？怎么了？什么写日记来了？留纪念吗？留纪念。你留纪念的写完了，那一冲不全掉了吗？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办？你拿这个呀，对不对？我拿小刀刻上去。哎呦，你按我说呀，
你来这个吗？对，这拉得深啊！这个好好呢啊，你们见客半天走了，还是看不到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把它锯下来拿回去就完了吗？来一二三。这猪八戒显灵了，有素质吗你们？啊，有素质吗你们？啊，有素质吗你们？别瞎指啊！啊，不是，我跟你还有你，大高个儿，你没什么事儿，我没什么，你吓唬死我了。我跟你说啊，朱先生，谁朱先生？不是。您说他们这些行为您觉得可气不可气？太可气了。这些事情你以前做没做过？我你这先甭聊，先说起我这两个、我对他们俩意见最大、别不聊 啊，你以为就这个就完了吗？怎么了？悉尼皇家园林随地大小便是你吧？天气原因飞机延误到机场带头闹事的是你吧？意大利罗马广场喷水池洗脚的是你吧？刘老师，你低头瞧瞧吧，你那脸掉地下了，知道吗？我们这些文明志愿者是把你在旅行当中所做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进行了一下情景重现。明白了，我这回是真明白了。之前我种种的这些恶习啊，我不仅丢的是我自己的脸，我更丢的是咱们中国人的脸。不过我向你们保证啊，我一定把这些陋习全都改掉，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好公民。你是一故事，对，你想在相声有心人上演小品吗？请加入我们的团队。你看导演他就是不一样，他一定是给排了给抠戏了给说人物了啊，挺好啊，这个值得鼓励啊，各位辛苦了，请你们依次入座啊。不错啊，刚才演得不错都。国立老师战队表演完了，让我们充满期待，待会儿郭老师战队会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个群口相声。接下来，掌声有请郭德纲老师战队的学员们登场。看完他们的表演，你们是不是更有信心了？他们能赢我们75分，我们就有信心啊，反超他们175分啊！对对对，哎呀，你不要说的那么少哦，说少了，这还少呢。这我们要尊重对方啊。请开始你们的表演。朋友们，您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住进别墅吗？你想开着豪车上路吗？既然你们都想，你们还犹豫什么？赶快加入本公司吧，本公司业务齐全，进门赚钱。本公司业务有婚礼庆典、墓地挑选、手机贴膜、去除鸡眼，只要你给钱，我们臭不要脸。我就纳了闷了，哎，我怎么跟俩傻子开公司呢？啊，谢谢您的夸奖，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夸你们俩呢是吗？公司现在一单生意都没有，告诉我怎么办？别着急，我都想好了。小徐，你怎么想的？咱们公司要想成功，首先得打造一个充满狼性的团队。哎，说的不错。那你说怎么打造一支有狼性的团队？老板，我把我训练多日的狼性团队已经给您带到这儿来了。是吗？请您检验。哦，来了。上。你说那一万穿，你说性格太装，太装。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港湾，听我说。你给我过来啊！这就是你告我你打造一支狼性团队。嗯哼，这不上来仨猴子吗？再者说了，光有仨人没用，团队现在有了，咱公司没项目，干点什么？要想扩，怎么着？卖假货。
弄这么些个假货、啊、谁买？你没钱买真货的人就得买假货呀。今天呢，我们准备隆重的给您包装成一个身价过亿的老板。不，身价过亿的老板什么样啊？吃最好的，用最棒的，玩最时髦的。这我不明白了，什么东西最时髦？包啊，包我有的是、啊、你那个包不行，谁行？就你穿这一身假西服，再背上我们那假包，你上一档次。背你那假包，我怎么能上一档次啊？别着急，我给你拿去呀。我倒想看看，背什么样的包，我就能成亿万。那个辣眼了，我就背这个玩意儿，我就像亿万，我这怎么背呀、啊？这个我给您背上啊。这怎么背呀、啊？哎呦，都是钱的味道啊！怎么样，几位？我这样像亿万富翁了，是不是我呀？哦，那你们要这个反应，我就比较有自信了吧？现在，那我这个亿万富翁，我现在手里是不是还差点什么东西呢？有，老板啊，有钱人手里玩的东西都不一样。你说有钱人玩什么？文玩玉器。我来个什么？你啊，就你这身份啊，怎么着？最起码得来个翡翠白菜。你有翡翠白菜？你等着啊，我给你拿去。我脱一那个，我就觉得我有身份了。翡翠白菜，老板，你来这个。这不就是颗白菜吗？翡翠白菜，翡翠呢？在故宫呢。怎么我这个模样，我现在就像个亿万富翁了吗？我呀，你看看，嘿，谢谢。那你们要 这才拿到哪儿啊？还不行？我跟您说，您现在是大老板，大老板，您说话那得有分量。我说话够有分量的呀。你等我给你拿去，你别着急。还拿什么能让我说话有分量呢？别着急。您拿这个，不是我拿着这个，我说话就能有分量了吗？你拿着这个说话，哎，你说的话一言九鼎。我拿这个怎么说？说。这拿着，这拿着。哎呦，瞅你说那个话，还要想扩卖假货，你都想瞎心了你呀、啊！你还有你。送你们四个一句文言文。什么？哼，打车滚。老板，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早知道你这样，我当时我绝不加入你的团队。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啊。那还没放音乐呢。这你一走音乐可就响了。看见了吗，朋友们，我从动物园招来的员工啊，甭跟他置着气，气死我了，小猴，半天我站这儿我说话了吗？你就应该批评他们，这不混蛋吗？就是的，还说什么话，什么要想阔卖假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猴，那你说说啊，咱公司要想发财，咱干点什么？挣钞票。怎么样？卖假药。你比他还缺德啊，你这缺什么德呀？卖假药。假药怎么？假药万一卖出去吃死人是算谁的？吃不死人呀。你做什么假药？就拿那和完面弄一面球一上色、药丸。不，那怎么让朋友们相信这个玩意儿就是神药呢？你给他编故事啊。好，亲爱的朋友，你们现场就做个见证，你们看我跟侯振鹏怎么给这个小小的药丸啊，哼，编故事。在我国浩如烟波的医学长河中，我的师父可以称得上是一朵奇葩，他医术高明，集百家之长，成为一代神医。又经过几十年呕心沥血的潜心研究，终于研制出一种包治百病延年益寿丸。今天呢，我们还带来一个真实的案例。还有案例。今天呢，金灿雄老人和他的家人也来到了节目现场，现身说法。咱们掌声有请金灿雄老人一家出场。够拼的，姚驴，金大爷，姚驴，那个金大爷，您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带着我的四个儿子。没有，咱四个，他们俩是，我们俩不是。这两个。大家好，我叫金灿能。不是，金灿雄。
熊熊，你刚才说的是熊啊？熊，您就记住那熊。哎，那行，我也得说熊啊，都得说熊。大家好，我今熊啊，对对，金蛋熊啊，我是来自这个伊克拉族的，不是伊克，就是克拉族，没有伊克拉，没有伊克拉，没克拉，那没有多大呀？没有，小地方，小地方。我是来自克拉族的一个打鱼的老熊，不是老熊，老熊，说对了，熊，别惹心眼，这老人，金灿熊，别说不说名字了，不说名字了，这个咱说一说呀，您服药前后的这个变化，我就是想说这个，我是一个打鱼的老人，哎，老人，对，哎呀，在沙漠上打鱼，真的很苦，是。汉鱼，汉鱼哭了，哎，因为没有鱼。我常年在沙漠上打鱼，沙漠打鱼，由于我经常在沙漠上撒网，是导致我的智力逐渐下降。这都是服药之前啊，是，所以服药之后，所以我金泰能就想金泰熊就不提名字，熊我没有名字，我跟你没有名字，我就想我没有名字，我要打鱼，是不是？我打了鱼我就会有名字，我为什么打了鱼会有名字呢？咱没说这事，没有这个，咱就服药之后，您现在吃完药之后，您现在怎么样了？服药之后我就坚信沙漠有鱼，疯了。我一定要打到鱼，我就身体就很好了。是，请大家记住我的名字，叫王光明。没有王光明，这么别鼓掌了，叫他们俩是谁呀？这是我的双胞胎的儿子。不，这双胞胎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啊？不是，这是熊大，这是熊二啊。这让他们说两句，来，儿子们说一说，快说一说。哎呦，哎呦，就是你爸爸。其实你们不了解情况。说得了，说得了。他不是我爸。嗯。他是我的妈妈。没有爸爸呀。对的了。我们哥俩就想有个爸爸呀。哎呀。后来我妈吃了他那个药以后啊，嗯一下子就变我爸爸了。哎呀。这个疗效啊，这个疗效怎么够好的了。所以今天我们哥俩来呀，就是感谢你们这个药啊。说说这药吧。我们哥俩千恩万谢，女人花口服液。哪有这女人花口服液呀？我们这玩儿。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别说了，什么意思？拿了钱不办事是吗？你拿钱了吗？没有啊，没有啊，没拿走啊。我早看你不是个好玩意儿，知道吗？你看你那样像个大夫吗？长得跟个哈士奇似的。我告诉你们，大千世界，朗朗乾坤。你以为你们这点骗术就能骗人吗？啊，在成为狼性之前得有点人性。说实话，公司还有多少钱？还有40多块钱。你用6位数的密码保护你这2位数的存款，你们还要脸不要脸了啊？哼，对，说得好。对，我告诉你，慢说你的小骗子，大骗子都抓了。谁呀？张国立啊！啊！那国立老师，您觉得他们的表演优势在哪里？当然，优势非常明显啊，就是郭德纲上来以后，这相声才开始。但是，把郭德纲这块给他抽下去，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来演，能不能这么火？我说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咱们相声现在都是青年演员，你们的用功程度，在这条路上还差得很远。接下来，有请两队战队的所有队员登场。前两轮两队相差74票，三轮相加，最终今晚获胜的队伍究竟是张国立战队还是郭德纲战队？如果这一轮比输了，我们要从自己队伍里选走淘汰一队，还得自己亲手下手，这个好难受。我们不希望队内 PK， 所以我们一定要赢。接下来投票通道开启。我紧张了啊，我紧张。哎，不至于，不至于。
先生，先生，真的是倒吸一口冷气。从今天开始，才真的我觉得这个比赛啊，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我要老了，我要老了。确实给先生丢人了。今天其实对这个胜出啊是有信心的，但是没想到输得这么惨。我觉得主要的责任是在我，是我跟善勇那场节目的分数让人家落了有100来票吧。比赛嘛，这个有进有退，有留有走，谁走我。那么我们要选出来有可能淘汰的待定选手，窦晨光。我们哥俩可能在这个战队里面就是算最弱的吧，跟哥哥们这个水平没法比。会选择哪一组队友和你们进入最后的对战环节？其实弄作品这么些天啊，跟哥哥们学了不少东西，真的，谢谢哥哥们，谢谢哥哥们，真的。对我们小哥俩帮助很大。其实谈不上什么 PK 对决，我想要留在这个舞台。其实我倒是感觉像是一种再给我们一个展示的机会。对，我们想再展示一块活。不是，其实也挺难受的这环节。你知道换作是我们自己怎么选得出来啊？你们的选择，我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展示一个你同类种族在互相残杀的过程。希望不比，但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跟四个人呢是比较危险的。我选嘻哈 F 四。嘻哈 F 四。因为上一轮的比赛嘛。嘻哈 F 四把董娇方圆给 PK 掉了，我们想再走一遍我兄弟这路，带着我兄弟的梦想，再来一回。郭德纲老师，请您做出决定，谁先开始表演？由于窦晨光是被我们选中的要淘汰待定的选手，那么要让他们一下，由嘻哈 F 四先演。好。加油！来来来，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啊，谢谢，谢谢大家又给我们一次展示的机会。对对，不过说句心里话，我是万没有想到，什么呀？居然有人敢选择跟我们 PK， 臭不要脸！当然了，选择我们，你们这个吃亏吃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哎，因为我们的优势很明显呀。咱们什么优势？人多呀。对，人多是什么优势啊？人多。自己数数，打群架来了是吗？因为咱们四个优秀。哎，对，哎，因为咱们有实力。对，你看，就我们这个气质，往这一站的，能输了？对，你是个傻子是吗你呀？能输了你对个屁呀？从初赛到现在，你怎么就会说对对的呢？你别总说对了啊！其实我们哥四个目的很明显，哎，我们就想兄弟齐心，共同晋级，对不对？不对。怎么到我这儿就不对了呢？你不叫我说对啊。行，你随便吧，我放弃了。哎，不是，你别放弃啊。这说不了。今儿走到这儿，我得说你两句。说我什么呀？先别管他们俩。这一路走来，我发现你有时候你毛病太大，你理解能力太差，你就听不懂中国话。停，你们仨干嘛呢？一人一句的呀。尤其最后这句我最接受不了。我听不懂中国话。郭威，这我得替你说他两句。就是的。高玉凯，你不要老说实话。他说的是对的是吗？他呀，我是法国人是怎么着？我听不懂中国话呀。这你别冤枉他。什么意思？这个中国语言博大精深，我们要出几道中文听力题，你还真答不上来。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当着大家，你不呛火吗？来，是中国话我就能听得懂。是这话？当然了。请听题。来，小明，明天考试带笔吗？嗨，带毛笔呀。问，明天考试带笔吗？那个，
小明考的可能是状元。请听题。还有题。小红，你的睫毛真好看。嗨，假的，真的假的，真的。问小红的睫毛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你这个题这么烧脑吗？请听题。还有题。小丽，昨儿跟你吃饭的是你妈妈、我妈、你大爷、我妹。问跟小丽吃饭的是谁？小丽吃的可能是年夜饭。你们仨怎么琢磨的？你们仨呀，甭管怎么说，中国话你不但听不懂，就连中国人数数你都听不懂。越说越过分，阿拉伯数字我郭威能听不懂吗？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呀、每个地方数出数都不一样、是吗？高一台，你是哪人呀？天津人。天津人，天津人、来，就用天津话给他数个数。我听听。好，这个天津啊是依海河而建、所以呢天津人数起数来啊也是九曲回肠、特别的好听。天津人怎么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模仿的这是什么生物啊？你别比划了。废话，天津数数这么费劲吗？完了，怎么了？这你要不明白，海南朋友数数你更不明白。啊，这我更想知道啊！到三亚、海南经常旅游，海南人怎么数数呢？牙挠大迪闹闹 ，C 八九 D。什么？谁什么？这是？不是，怎么你们仨要下蛋是怎么着？你才下蛋了。这是海南人数数啊？对呀、当着在座亲爱朋友，咱分别聊聊行吗？可以啊，来啊，这个海南朋友说一怎么说？一发牙的音，哦，一是牙，对，哦牙，二是挠，哦挠，挠，哦，三，答，哦三是答，哎，假比方说这个海南人要说三是三，怎么说？答地答。不，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呀？地就是是不是的是啊。哦，是念地。哎，一二三四的四，这个念地。哦，一个音。七八九十的十，这个念地。哦，都念地。三个字是一个音。那三是三是？答地答。哎，那要是四是四呢？地地地呀、对，哎，那要是三不是四？答不地地。四不是三？地不地答。那假比如说海南要说十三是十三，地答地地答。十四是十四，地地地地地呀、保持住了。假比如说海南人想说三是三，四是四，三不是四，四不是三，十三是十三，十四是十四，十三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十三，这怎么说？哒哒的滴滴答答滴答答，别吹了。加油！单打一对还好，打这四个，这四个反而不好弄。窦晨光、常鹏旭，请开始你们的表演。谢谢，谢谢。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是，我一站这儿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呀？只要我们哥俩往那个台上一站呀。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给咱加油呢。谢谢谢谢谢谢，多好啊！加什么油啊？啊，这都是看咱们笑话来的。不是，怎么看笑话呢？这俩货又给人 PK 了啊！又是他俩，又给人 PK。看你说这话听得怎么这么冤呢？呢，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呀。为什么 PK 的总是我？不光有你，还有我。兄弟，我刚跟导演组啊商量了一下。怎么商量的？商量一下对策啊。你看这个周培岩老师啊，他就一个人，怪孤单的。是，一会儿淘汰的时候啊，就淘汰你，就我跟他一场活，我们哥俩接着去比赛，这样能做到这个公平、公正、公开。哎呀，你这太公平了，怎么不淘汰你啊？我比你有能耐呀。你有什么能耐呀？我会快板。我也会，我会唱的节目你压根儿你都没听过。你唱上句，我给你接下句，是这话吗？那当然了。行，小样的，看看你，听这个，来。华蓥山，巍峨耸立，
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下了开锅炙炙炎炎如烈火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爬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小小猪八戒一块红能工巧匠把他做成战小新兵入伍一年成老兵老兵就西边的山上有两口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 母牛对公牛说你真丑公牛说不丑不丑 I love you 呸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行、啊、有点意思啊怎么着可以、啊、我告诉你要唱的话别唱这个行吗你说你唱什么唱绕口令呀、嗯、基本功咱们比一比行吗绕口令对了要比的话咱哥俩就不能站着唱了咱躺着唱我再拿点花圈给你供这儿呗遗体告别来了是吗躺着唱干嘛呀你不说不站着唱了吗咱俩坐着唱坐着唱对坐着唱不是怎么坐着唱啊坐着唱吃功夫呀哦对不对坐着唱的得搬两把椅子啊我去搬两把椅子、我来吧我来我来我来吧我来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呀我来我来我来吧我来吧你倒是来呀还是你来吧那光嘴上功夫你来来翻过来翻过来谢谢、哎、他们招人喜欢椅子搬好了啊坐下吧这就坐这儿坐坐坐坐坐行行行哎坐坐好了吗嗯坐好了哎坐下呀、可就不能站起来了站起来就算输嗨咱俩指不定谁站起来呢唱哪段啊咱俩玲珑塔呀嘿唱玲珑塔嗯哎呦还玲珑塔雷峰塔都给你唱了你别贫我告诉你就唱玲珑塔来来唱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钵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姿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挂响花楞玲珑塔的塔玲珑玲珑宝塔的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的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钵三口磬三个木了鱼的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本的风儿一挂响花楞玲珑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钵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真稳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儿的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钵七口磬七个木了鱼的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到了今儿的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钵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风儿一挂响花楞老僧手把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有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栽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屋里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经前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张弓看着看着迷了眼西北先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风的十人见了九人惊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一老松刮走了一老松刮翻了生前金刮灭了金钱灯刮掉了墙上金刮崩了地上空霎时间那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送倒鹰飞送走星翻灯灭钉掉弓崩一这绕口令谢谢大家站起来了啊再次请出相声 F 四。现场观众朋友们，是你们决定谁是全国九强的时候了。支持窦晨光、常鹏旭，按一号键。支持我们的相声 F 四，请按二号键。投票通道。开启，我们一块儿吧，一块儿吧。哦，小豆赢了，赢了！你运气太好了，这完全是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恭喜窦晨光、常鹏旭120票成为
相声有心人全国九强。太意外了，阿顺真是应了那句话了，爱笑的男生运气不会太差。掌声送给窦晨光、常鹏旭。没事没事没事、啊、最后对观众对两位老师有什么要说的？没想到有那样的距离，郭老师就坐这儿，我盘腿就坐他边上，他给我说活，给我排练。德云社有多少人希望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这么荣幸我拥有过一次。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国立老师，谢谢郭先生，谢谢。相声有心人第二季，我郭威一定会再来的。老师再见。哦，好嘞，来来来，不喝不喝，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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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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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有很多比名次让我收获了更多的东西。每个人相应的都得到了成长。当然还有一句话必须要说，就是下一季的相声有心人我们还会再来的。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直接二卤子鹅，山鸡兔脯，莱蟒鲮鱼，清蒸哈什马。感谢新浪微博、新浪娱乐、凤凰娱乐、网易娱乐、网易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达克尔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客户端、互动百科、前程无忧惠逛街、一点连接、发射局、自己管家、高级新饭团、QQ 看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观看节目、参与相声有心人微博互动讨论，期待您的关注。